嘎嘎云后生，马上国家老爱主席。大家好，我是赵薇，我是燕燕。哎呦，那度氏真的很摇哦，咬牙切齿哟。来看一下，哎呀，莫听爱啦。莫爱要好莫看，干嘛啊？俺们点线嘛改嘞？彩蛋。这个好难选哦，东南线。大红都相似。好。好像是东红线哦。不如我真的好饿，不然你抢了客家名店的主厨出来好吗？好，还唔是煮几套诶最有名的菜，我来说好吗？来分享诶客家名店的主厨潘贵忠阿忠哥。你好，来，你看，按道用菜，你看因传统的菜单没吼？做了按好。这是比较复古的风。复古的风，是哪一种风？新竹的风吗？还是南投的风？是复古哦，复古风。复古风，对对对，所以用这个颜色，对。黑吼，那菜单打开来就是一个开门的感觉。开门见山，南龙港开门见山没有用啊，每一道菜都看起来都暗后色，知道吗？你啊，今天唔开始做几多年了，多啦？这间店做了十二年了。外表看越懂时尚嘛哈，又做了传统的客家菜，不过看到菜单，你看又非常有创意。那就像我哋今天应该系传统，然后现代合融下，知道吗？对，我们嘿，阿弟老客老现代合融下，嘿，不然好冇传统嘅感觉。过去的客家菜，今天系感觉系是咁。油啊，灰啊，盐呐，盐啊，咸啊，咸我很健康。料也是穿烫融的好，好光，好明亮，提供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不应好喜欢。不过客家菜的特色啊，就是油又咸，安种香啊，是讲你吃到安冇安健康，跟外国的方式学习了，喊你客家菜吗？嘿，你不用客家。代表客家菜的东西落去煮，安尼尽量个油老软嘛，就好烧掉。你看最简单个呢概念啦，就是养生嘛，健康啊。然后讲看起吼按言道，又会讲做菜来就唔对咯。讲按道，对啊，讲先推老传统客家菜，合乡下，然后讲啊，你啊都市动摇。然后讲现在做的大概都前三名，有看过金曲奖啊、金马奖吗？得奖的事，帮我下音乐。你做乜嘅？结奖谁概括？好，结奖来做哈，来开始。做乜嘅？先切啲洋葱。洋葱。葱头。结奖哦，结奖嘅客家语一天要食咧酱料嘛？听错，像你吃咧白斩鸡呀，吼，冇像咧水煮。那个烫一烫猪肉，三层肉，嘿，就直接都在食的，所以吉种真紧哦，是安尼个精神粮食。系啊，从个在国外个乡亲啊，记得系讲准备推翻哦，一天爱带吉种转去。系真紧哦。那边吉种当好生的嘛？关系。嘿，关系又总结得叮咚叮咚，唔理啊姑姑啊，带关系咩？建议组有送一罐吉祥饭来，让关系吉祥食起来，仲配晒正义无穷样。因为啊，记得关系啊，有三记得嘛，有吼，当有名，有总结。无穷样在哪边？香米啊，我知道香米，有点好甜，有点好酸。嘿，看你哈酸的呀，甜的还有点有辣。有点辣，有点加辣酱。所以讲因为吉酱啊，就是咧又个稀罕个感觉，就冇按没这么下饭的感觉。其实来就是哦，他讲你的资费咩当好，如果用掉到当季的水果也好啦，或食材也好，因为可能哦以前啊他冇钱，东西做唔得一下出食台。不看你又多，又要做苦力。不说讲有的东西吼，卤啦、盐啦、筛啦、劈到干啦，这个都不用客气。韩国呢东西下虾嘛，俺阿婆讲下茶盘，系哦，个冇按多钱，做啲新肉食了就做下憨豆吼，是冇按多慢慢的食。好，龙洋葱，还有青椒，还有凤椒。
添椒，先参香方便。哦，冇用到，冇用到诶啊！来来来，龙爷，添水啊！什么呢？唔系唔系，很客气啊！你啲做下有很客气冇？有啊！我觉得他有藕包，我很少看到厨师有藕包。冇冇啦，平常诶。做下，嗯，哎，你喺做些环境动种肉，动种肉，嗯，阿龙讲吼，喺正经啊，客家话转唔过来，你就直接讲啦，不然会影响你的帅度。好，不过今天先，他们刘洋之前去浪来讲啊，叫吼，喊下金钟讲，客家话就会喊下姜。哦，系啊，我讲个入埋好，姜讲又喊讲，爸爸老人用班讲。系啊，刘洋正经应该问下爸爸讲，哎爸，嗯，该要。是问，常问起讲，有啲我又唔敢讲嘅。系，阿爸是，嗯，个客家音拢唔晓讲。哦，你阿叔有好老腔哦。还有妈妈就比较高音。诶，来，怕叔我啷讲吼，佮俊杰他们唔会讲。所以吼，打打下，挺紧张嘞啦，唔系紧张。冇紧张，我拢唔紧张。唔是紧张啊，做菜虽然讲够大嘞，煮食啦，就把自己当自己家就好啦，好做对冇？好，好嘞。青椒、凤椒还有那洋葱，切好的哈。好，你喊喏。啥来喏？我哋先来煎解食解菌。哦，好。鸡肉哈，鸡肉丁哈，那鸡肉先切好的好冇？系。有讲我要买那边肉哈好冇？脚皮诶。脚皮啊哈，通常脚皮因为有油脂，然后比较嫩一点。以后冇按咯。哦，爱卤过冇？爱要。我做过，那个叫胡椒粉，哦，太白粉，嗯，酒，哎，你水香吗？我觉得你刚好像拍广告的感觉，我来到来靠边本看，你刚才，哎，胡椒粉，酒。哎呦妈该！我讲过，你系在上客家翻译用办公，系冇？哈啦，你出声讲啦，我会帮你翻译。胡椒粉系拍胡椒啦，系木胡椒，拍胡椒，它就加染。诶，冇加盐，冇加盐，系佢酱会咸嘛，啊番茄酱嘛会咸，嗯，只要先放盐哦，因为盐会让我们的肉柴掉，哈，来，上下来嘞，不用油哈，对，那我们让锅子热之后，嗯，我们趁油还没有很烫的时候，先把鸡丁下去，而且这个鸡丁其实最好抓一抓，让它按摩一下，嗯、好，对。就像我帮你抓一抓，抓哪里？可以吗？我没有抓龙，没有。我想说让你放松一下，我们是有感情的，好吗？来莫卡，来莫卡要轻松啊，有轻松吗？有。深呼吸。你有要写解困啊？放油按音，嗯，慢慢跑不会瘦的。哦，会跑瘦啊，所以他在讲油不是挺少，有聊油问题就好嘞。系，按挺少的，外莫白，擦擦地白莫瘦。嗯。你系用一支盖笔嚟量出，系一支盖笔，差唔多一支盖笔。即系世界佢做唔得做嘅强缩，做唔得强缩嘅嘛。系，已经啊，应用蛮宽差唔多嘅。譬如讲啊，有啲咧黄，诶，外表冇白群有一方方，嗯，一针擦擦嘅时候，啲白冇关系，因为点解系主角？哦，系。啊，即系论线咧，应用下冇强用咧，看起来像土鸡一样嗬。诶，一系。土鸡，土鸡，冇错，土鸡要好硬，好，很硬，还有个嚼劲，咬起来还是菜，先煸起来嘛，那我们把它煸到煮了料，要细节是先那个用起来。其实呢，不是油煸太多哈，因为鸡肉佮带皮嘛，古时候讲鸡油要出来，还那香哈。嘿，呀，哎呦。丢脸丢脸，唔怕。你坐定，卖个呀。还有你顶来都市动摇嘞。我本来想偷食，结果佮讲是煮蛮熟，蛮好，蛮熟咯。咁要去尽量去煮咯，熟会较好啦吼。系，咁样一定要全部熟，啊，我电下下找主角，冇关系。好。好。佮油煮冇得脱咯，因为底摆都有鸡油。一条就找快手。系。哎，你好，老艾弟诶，加铁头诶配料哦。我们先炒料。好。就加切好诶个葱头，还有凤椒，还有青椒、青辣椒诶吼，不要落去。用鸡油吼，本来菜有一点牛味。嗯。你要嘛该弄来讲，要水嘛？
要，哎。有哪东西健康？哎，你改怎么搞？又要按摩了。姑嫂讲哈，人不可貌相。刚刚他一来的时候，我想说，哇，这花花公子会做菜吗？但是他非常的老实。嗯。哎，有五朋友吗？结婚吗？结婚呢 ？OK。刚刚。你要讲的，你没改装的。日本有啲开到香港啊。哎呀。应该讲讲。叫神雕。那卖我某人感觉来高价，因为在主菜当中会被我问出一些老实话。用不用用个冰头麦豆来装咯？不一定 set， 我全部放光了。哦，神爽 set 出错的了哈。你还忙调味是吗？系。好。这里搞到搞到这高汤自来水，自来水高汤，自来高汤。好，我们下一点糖。好，捞一点糖。代替味精，对，我们为了健康是尽量不要使用味精。是的，好。安康也是做豆浆的哈。嗯。阿公讲，你阿不用，系干腰阿不用来。你阿偷菜吼，遐客家当有名的菜哦。嗯。正经吼，第一在餐馆里面啊，客家都会点。嘿。你吃到人家餐馆的菜，拢配啥？我看我地方你哪里啊？你。某天时会拿出新的菜哦，上了嘛系去将平常时拢系来蒸啦，就温来时，系来温来时，那了下是某从上来那系煮，你阿叔不用去将落去咯，你阿去将鲜的较甜的，较特酸呢，好甜的，好偏甜的，系，哦，辣冇？辣嘞，辣嘞哈，阿爹。吞口水了嘞，那鼻头个酸酸个味嘞。其实你食材吼，就会干扰到结肠，系因为它干音哦，最爱食嘞。所以呢，煮的不好，客家人嘴巴很挑哦。你顶爱跟他出去讲了哈。哎，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所以你直接讲来嘴巴很挑了。对，所以我就说，所以等一下他会好好的试这道菜。哎，差不多哎哈。哎，差不多了。哎，因为有一点点有出水，嗯，熟一下，熟熟一下。看过啊，其实大厨从你在串烫如该开火来炒啊，个速度很强。然后你按过下偏上去炒起来吼，那个肉质好像又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感觉起来的口感，嗯，因为要火好些哦，火好些，起来。你刚才意思，你刚才热度上来比较慢哦。跟你阿姨是不是下面火从谁出？我开玩笑，台湾先，我拢讲，因为个 Andy 李木卡无可能得节目都有快速炉啊，又没传糖。我讲去传糖是当然李木卡是无穷用，去传糖有传糖高级的享受哈。李木卡就是家里温馨。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般在家里这样子煮，还可以吃出这个餐厅的美味，这道菜就真的非常好吃。哦，很简单，其实很简单哈，很简单哦，这样就完成了。来来来，龙太太，介绍两个菜，结账世界群，好，来试试咯。神嘛该，帮忙是，谢谢你。嗯，等一下你摸，提前先摸下鱼，炒，所以要切先切肉这样。哦，其实这道菜的概念大概就是番茄炒蛋的概念。牛牛妹做的炒挺松嘛哦，炒大概差不多变色时候，我们现在在炒番茄，把番茄炒香，把茄红素炒出来，提前差变化什么呢？小毕哥，我看到你的喉结在动，我一直在动。哦，披到酸酸甜甜的米啊！来来来来，再试再试，来来看嘛。哎，你也是啦，你也是，哎，你怎么试的？好，没问题。即将解困，嘿，解困，解困，解困。来来来，
一开始就吃到给江安米西冲上鼻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味道是我很喜欢的，觉得我好像闻到整个橘子园了。然后再吃上这个肉，就不会觉得腻。那吃到董厚生，好，我们除了加几个酱，还加番茄酱，然后同时到，因为莫不吉是有几种的味啊，层次比较多一点点。哎呦，就蒜甜蒜甜，韩国鸡改改洋葱也加了很大的分，因为你这样子弄，其实我吃得到，我吃得到改葱头改甜味。嘿，韩国鸡盖肉地图啊，我最讲就系去盖肉地图，盖肉梅很当错。嘿，韩国呢，佮佮酱佮梅梅，唔会冲到哎，好像吃不出那个鸡肉的甜味。平常时哎，你吃什么酱爆鸡丁啊，葱爆什么鸡丁之类，会加剔条，做得加冇？也是可以。不过哎，假如加东西，哎好希望讲加条水果啦，凤梨，加水果，凤梨。哎，凤梨啦，苹果，苹果，有点酸酸甜甜，哎，酸酸酸酸甜甜的好。头麦倒做得哦，做得。天一掏出来准备一下。好，哦，做麦。好，哎，要试试看。有香烟。你香烟，你好烦哦。我跟你讲 ，Via 名店出来的，东多菜，菜单不给可能下好嘞啦。是来，得，天一倒出来麦该，几千叉。Tomato 牛肉，这个味道几飞哦！哎，跳一下，预备起，麦开，起先插 Tomato 牛肉，来哟，来哟。哎，起前插 Tomato 牛肉，好来，开始啊，先麦开，多拿来，是，谢谢你。哎，怎么马上破功啊？没有气势了，对呀，要面要你听。好嘞，提前插。韩国凤阳海切。因为这个，等下你摸提前插摸海潮，所以要切先切肉的。不给后背一点点的余温，让它加热这样子。韩国切开来没？你面球皮了，你还提前再给香味。切了切的时候，这个九层塔香味就会出来。好了，我们大概切成这个大小，就把它收起来。那么你知道节目礼拜度，你就有新的封号了，紧张主厨，喊个总。我以为你要说搞笑主厨。没有没有没有，我紧张主厨。然后我应该不要吗？你就想说，我好紧张。台后切前菜，你都要切葱啊，葱类哈，葱类切断，对不对？切断，一团一团就做的。你捞，葱白跟葱绿分开。葱泡捞你爱呛个味素分开来。好，切啥来了 ？Tomato 系特别用哪种么？泰的，然后是特别什么品种？木须的好不好？木须，木须的，有几种啦？五鸡种哦，阿妹一号是因为它的香味跟口感跟一般的那个做意大利的番茄冇同样。他系讲我下像你下干音啊，下冇是咧牛肉，你就建议换做嘛干肉冇。猪肉干肉拢做得，冇冇好会难听的，牛肉是好冇建议。马哥啊，牛肉鱼肉就比较没有建议，对对，因为它可能一下去就会散掉这样子。好啦，用筷子好出蛋打一打，好卵，差不多两只系嘛？对，它有两个蛋，我们先把它。都会还用吗？不用了，谢谢。新蒙一，因为用到卵。不就是七天菜 ，tomato 和公用。对，其实这道菜的概念大概就是番茄炒蛋的概念。tomato 炒卵。对对对对对。奶奶本来就当爱吃咧，又加牛肉，增加铁质诶。对。我刚才想讲奇怪，又有葱诶，又有 tomato 老卵，不就番茄炒蛋吗？对，大概是这个概念。我刚以为它是要拿来打在肉里面，让它软还是什么？因为就塔香牛肉嘛，又有一个番茄，然后现在又打个蛋。重要问你哈，你要牛肉有特别做过处理吗？有，你要买。先做过，还有葱姜，太白粉、胡椒粉，卵，蛋清还是整颗？蛋清是。蛋清，乱抢出做的。哎呀，
趁现在，是入梦条煞的时间用落去。因为牛肉冻结就熟的嘛。对。韩国牛肉是用得好美，不是炒到汤熟，冇出是起来老老。嘿，哎，老老硬硬蛮好食。人家就当袂讲啦，人家就可以用番薯。好，人家试试看。好。哦，哎你，你也有分牛的嘛？该部位嘛？你是大腿。太逼。太叫逼人用啦。哦。哎，这些传统吃饭的人，客家人多呀，还咩客家人多？差不多，差不多。哎，嘛有外国人。外国人。日本啊，美国嘛有。哎呀。韩国嘛有。你看，讲起都傻逼哦。哎，你跳上去躺下，我想外国人是麦介哦，外国人，外国人啊！哦，你牛肉要做唔得炒汤爽嘛？吼，系得炒到个差不多变色是吼。嗯，有一啲咧泡油嘅感觉，应该加油姜较多啲咧吼。那就冇关系，因为等下喺度炒卵。哦，卵嘛先炒来装起来。嗯，你系好朋友咪会强下做么？你咪会炒么？因为你讲你负责炒，喊你负责外创，不过佮其他咪会煮吗？多少倍啦？多少倍？佮一天忙黑暗暝啦。哦，佮沙皮哦。系咁讲啊。好朋友就，好朋友佮你来讲你哦，哈，你哋啲嘢哈。我，你讲一下，我，佮其他排水。哦，佮笋签系嘛沙哦？笋签系几笋啊？几笋？没有。哦，冇啦，其实吼，我让讲，那个调拨一下。我们再加一点油。嗯，好。我记得啦吼。以前来做菜的时节，老师有拢来讲过，其实啦，按卵地位，做得加一点水，做得加油呢，一点点就好了，但让这个蛋吃起来比较滑口一点。当然，因为每一道菜的那个工序不一样嘛。嗯，建议妈妈，还有搞太加小撇步。而且我本人啊，还未煮饭，还忙加油的时节啦，我大白见卵就会出火辣，还结果我把冻菜个。厨房来乱穿的机器，他有一天受不了，他就教我，他说：“嘿，真紧做唔得吼，就材料肉不用落去，只系不用得染，按键就含袂厨房烂。”因为要染做得降温呐，是降温的关系。摸落去烧按键。哦，你啊拖出咩冇简单咧，因为我一样嚟炒吼。嗯。你炒了。像番茄炒蛋安尼啦，我即个感觉啦，遐冲拍的，一听炒不香，嘿，遐冇炒香，遐菜是失败。嗯，所以遐冲拍也有甜香个作用。嘿，嗯，我用冲拍得落去成甜香，因为我吃到头麦都炒了，一听要有葱诶，嘿，遐葱诶味是一听要生出了。嗯。唔错咧，虽然是差不多咧，慢慢炒到秋火啦，秋火啦对其他也对身体好。好，沙来表嘛个，我哋表好唔多。好嘞，几只表？几只表？大家一定都滴个吼，然后头麦豆诶，当然啦，生吃当水果一样啊。不过一定要注过它的那个茄红素，才会出现哈，出现更好吸收。我们现在在炒番茄，把番茄炒香，把茄红素炒出来，用点水是可以加，加点汤。汤。其实要讲到用水啊，头先就讲到，你看个葡萄讲，个托马豆系讲做长久个应用为流失体系。不过，记得吼，我个爸爸老爱讲，讲煮了托马豆个时节啊，吼，系讲加点水，去个应用。会提升它的营养价值，会提升，因为它除了茄红素被炒出来以外呢，其实加了水，它是一个天然的蔬果高汤。嗯嗯，你干嘛个？加掉米酒，加掉白醋。哦，白醋哦，笋丝啦，笋丝。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放下我们的牛肉哦。牛就放下落去嘞。对，这下我们很不用吃哦。嘿，马该演员啊，不用吃啊，就是也是增加它的
口味的层次感。哦，这时候放下葱绿，因为蒜哈无强用嘛，有头发多的蒜，啊、嗯，加有番茄酱的蒜，再有加蒜丝的蒜，哦，这三种那个酸度是不一样的。那就聊聊就甜的那种酸，然后又有醋的那个呛鼻的口感、嗯、那种味道。哎、欸，我煮了哈奇怪呢，都很忙。看到你不用吃前餐了，哎、嗯，吃前餐啊，挑天又好吃好油掉心，因为他等下嘴味长病哦，哎，所以莫敢以莫吃红油啊，变味存来啊，嗯，哦，艾弟咧，安尼艾叔弟讲，做嘛一开始二龙吃前餐切了红油，好，第二是冰冷，冷的冰冷，冷冰冷伊，冷，其实冻红开呢，嗯，该有的营养都有了，哎呦。如如牛，如如 tomato， 如如卵，哎，我日本台湾团就做得嘞，俺是煮配红嘞，哎，这家庭主妇很适合嘞。哎，你差不多做得了哈。我们可以盛盘好来。好。哇，俺用细毛，我们摆盘还先弄好了。当然啦。阵容好。嗯。出枪哎。烤一碗烧来来尼泊卡煮食，一听到一枪餐厅的那种五星级的享受。对，其实爱吃到更简单，咩无简单，因为佮各种的食材要一铺一铺的做，然后也虽然是混合在一起，我相信等一下吃起来一定会有各自不同的味道呈现。好了，哎呀，这个时候我们再放上我们的九层塔，是先擦表面的时候呢？小屁股。嗯，我看到你的喉结在动，我一直在动，不好意思，导播可以那个剪掉吗？来吞口，剪掉喉结，吞口水，吞口水。好，阿玲做对了哈，好嘞。用泰语讲一下，你也吐出很多。提前擦，头发都牛牛。试一下。哎呦。我们去选猪肝的时候，它颜色会呈现这种深褐色。第一个，我们把它拿起来，对，我们摸摸看，会不会滑滑的啊？闻闻看味道，哦，基本上就是一个猪肝的味道。我们猪肝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猪肝的味道。嗯，第二，你第二点它就差不多，哎，等八十分钟左右，又等于应该是猪肝，因为它猪肝的血。嗯，所以我在想说，用冷卤的方式，就是增加它的咸味。切芹菜，嗯，头巴豆牛牛，哎，来来来，我试试看。好，你也好，正经做棒饭呢。嗯，我第一次芹菜第点味作用呢，其做的本牛牛吼，增加无强用蜂蜜以外，来吃到以前人食头巴豆炒卵这种感觉颠覆了。我觉得那个塔香啊，在里面扮演很重要的位置。伊无单枪威龙，头麦都炒卵变作黑毛香肉的米丝以外，伊本羊肉食起来有一种很清香的味道。我们做，按照伊们不爱想哈，就是尽管爱不黑毛牛肉，我如果煮那个番茄炒蛋，嗯，而且都爱没做得加起天差，冻香。来加下有看到啊，菜蛋二百度，有一样来细细就冻来食嘞。不过有的人不敢食，买出来烤，那个东西叫做。卤肝，卤肝，做冇？卤猪肝啊！你做得做冇？做得啦，做得啦，给你来做，给好，大家试试看。好，卤猪肝。好了，卤猪肝哦。哎，你啊，弄得你来卤，卤猪，卤猪肝。嗯，给哎，来细细时间适度的肝哈，我一开始看吃到几块石石样，不过真紧好食的肝唔会。哎，系咪啊？好食系因为啲猪肠叫落体啦，硬桥。因为猪肝啊，每天搭啥都会食咩吼？哎，诶，做你啊，就卤猪肝之前，一天都要审地，怎么样挑猪肝，知道吗？系，等下问题问得当吼。嗯，哎你，
谢谢。卖出个人世界冻咸蛋，嘿，有没有选你吗？问跳价讲，哪一个比较新鲜？啊？好简单。跳价讲来挡住更难。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你要看。老板问这句话的时候，看老板的眼神，哦，是不是闪烁？如果他闪烁了，表示他说谎，换一家，掉头就走。可是我觉得你刚才跟我放箭，老板，不要开玩笑，给我新鲜的猪肝。你干嘛脸红啊？你干嘛脸红啊？我们都很新鲜啊。这个就掉头就走，讲话不诚恳。对对对对，他眼神闪烁了。那好，再一个，真诚，我真的要买到好的猪肝。老板，我要买猪肝。好，没问题，我马上帮你准备。好假。他都没有这样说，这表示真的是新鲜。老板会说不忙不忙。好了，真给你。言归正传，我们去选猪肝的时候，就是去看。嘿，来，这比较宽哈。我们这个是，我们刚买回来的猪肝。嗯，对，它颜色会呈现这种深褐色。哦，深褐色。那第一个拿一软，拿一软吧。第一个我们把它拿起来，对，我们摸摸看会不会滑滑啊？嗯，对。会不会滑滑的啊？闻闻看味道，哦，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猪肝的味道，它不会。Hello， 我们猪肝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猪肝的味道，真的吗？真的，不会有什么臭味或闷味，真的。闻太卡皮宽了，它手的味道，哎，是一个猪肝的。我哪里？是，它是一个猪肝的味道。猪肝啊，真的，真的是猪肝的味耶。对，啊，蛋糕摸又配了一个蓝色的，哦，摸配了颜色啊，又会摸是，哎。安风度风度安因，给诶，你可一般看买到诶一副管吼，拿起来，拿起来，整副它嘛。那我们正常有几叶啊？正常买下来的猪肝是大概四个叶片左右。给你啊，还给。那就会动半身改猪肝哦。就是两个。哦，两个。那我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为了让大家比出它的那个差异性，所以我先把一半的切的这一片就是没有憨芒。灌过水的猪肝哦，灌水，这嘛要灌水嘞？对啊，灌水不给好，灌过水的猪肝是小安因，会好怕。我们看这边，嘿，它有它的动脉管，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拿软的水管对着这动脉管灌水。哦，所以讲，你埋转了去上诶。上一时间其实你做咧浅的都给它动脉管。那这个的动脉管在哪边？上诶来帮你看看。哎，是看这样样，动态控。啊，就是两片。因为啊，去吃住的时阵，有时会落去，不小心破坏掉，割破掉。哎，没关系，你是看到控制管。哦。你这样看要洗洗哦。你管水就会胀大大概两倍左右。真的假的？就会见到见台，会肿起来。就会扁台，按因扁色，扁台扁色。好。啊，那是管够的啦。哦，你管够，就是会自然扁色扁的，按样。就这样，爸爸。嗯。啊，我们。外面一般人家说我要去买粉干，就是脂肪干的意思。那我们今天来做的方式就不一定要怎么干，我们就买最普通的猪肝就可以了。对，但是今天教大家的方式就是用烹调的手法，让它吃起来粉嫩粉嫩，所以我们也叫它粉干。那经过这个程序之后，我们还经过冷卤的方式，让它变成我们今天的卤捞猪肝。好，顾少讲，你处理过了以后，啥下来做嘛个？你来烫起。哎，烫起下，好啦。好，烫起出来开火咯。哎，用线切下葱啊，特色烫起的切了。你准备了葱啊，姜丝，米椒，米椒，米椒，很简单，你喏，不是嘛？该八角啊，其他香料。你外表嘛，冇关系啦，看自家啦。不过最基本的，除了米椒、姜丝，还有葱诶，嘿，记得开火煮水。你来，你俩加水加不黏？加变黏，加黏好。哎，腌过了，腌埋个个猪肝哈。对啊。水浪水水加了那个东西，浪水哦，唔免水滚哦。哎，浪水水先加。浪水出浓葱诶，还有姜，还有酒，米酒。好，用下去，撒下来。你下那滚好水诶，煮干，好，冰下去。哦，浪水出来冰哦。哎，你家己应该水滚水冲少，去会冇办法揪脱啦，一会就冇爽。哦。所以你下。直接冰落去。好啦，结火一次喺太火，也喺讲多你呢个要先莫改。哦，先莫改。啊，你话等下滚嘅水温到几多咧？
要开吗？要滚吗？怎么在滚？怎么在滚哦？哎，平常咱洗身的水差不多37-42度，嗯，哎，阿弟啊，所以我们我以为还要加湿的，就是我们真的假的？对，如果赶紧用温度计，你都得用温度计来起，赶紧阿弟这边摸，你差不多80度啊。八十度你冰下，你水淹不出来。休息了，就一下就这个烫。来来来，来龙这边有讲哦，你的主厨，我们主厨哥哥哈，阿总哥哥有练过哦，做我们的地方卡几家安尼吃哦哈，哎，真的有练过。用温度计是好好了，温度计比较好了，就你照管边差不多80度啦。八十度。不过因为煮出来温度低嘛哈，那你冰下去，差不多有温度诶，差不多你冰下去有一点的不。微烫烫的感觉就可以盖起来，是这个意思吗？哦，绝对不能到滚。对，赶紧滚，水滚下来去，起小泡泡，他们是叫什么土的？哦，所以连小泡泡都做不得起来。嗯，通常啊，你做了出了多菜的机会多吗？冇动到。嗯，你啊，时间啊。放发就好麻烦掉了。嗯，等下你等下电下去差不多会等，80分钟左右。80分钟，点两钟诶，点两钟哦。跟你先思考那个点毛诶。我讲一讲卤猪肝，俺冇看到怎么卤的那个，没酱油，没什么。这是程序的问题。你等下按因近八十度诶温度，近不会熟，按因拿出来。切，安尼切啊，沾鸡酱啊、蒜泥酱啊，都可以。对，但是等下捞好，咩浸好安早捞的时间是不建议，因为该会冷卤，该让捞的水冻寒嘛。哦，水较寒地位了吼。哎，来，刚刚我们做的鸡飞有冇冻到？不会啊。哦，好。冻四点。因为啊，师傅讲80分钟太久诶。嗯。其实家有做好，你又唔记得，挨都唔记得咧。那就先，嘿，那就要先做好。先做好诶吼。哎。用数啦吼，拍摄哦。你还加出80分钟以后诶。嘿，80分钟。要不用变水系冇？哎。糖好出到诶，变水，冇变冇白白。你冇变水哦，佮地白。持续加温，佮紧缩下去。哦，超！太家去煮东西的时间要记得，有上次做嘛冇听说，我吃东西冇煮完缩啊，丢出来的时间你用不按缩，就是它其实有持续加温的作用，知道吗？所以要冰镇一下。古要冰镇以后就是这个，对不对？哦，给杀好了就要卤它了吗？对，那我们先回到这边，我们先把这边结束。好。所以哥，你试试看。我觉得他根本就是要害我、啊。不是，这个时候是刚刚好的温度，是刚刚好，是不是？就是你手一下去，你就会想要拿离起来，就是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盖盖子。哦，盖出电击棍喽，也有准备好哎。哎，我们先准备好来卤它。哎呀，那先切一半大家看。哦，啊，切半大家看，看剖面吗？对，好来。哦，连还张杀好的就炒的啦。对，泡好的。泡好的。阿英就做得是的吗？阿英是做得，阿姆哥，姆哥，你阿阿英摸汗哦，摸眉头，摸眉头，你可能要动粉哦。那是见面阿上的大部大家的粉干，哦，那就系粉干。你来闻个的蒜蓉酱啊、芥末酱啊，拢不好吃。那就系日本阿尼是缅甸诶，是你爱粉干就是这个吗？对，哦，就阿英是。原来粉干系阿娘献来哦，用泡的让它熟这样子。哦，阿娘献其实做的是咧，唔够咧，今次爱做系卤猪肝嘛吼。那卤的部分呢？卤的部分，你今次选用冷卤。冷咯。我安尼做是想讲，又等于唔敢是猪肝，因为它猪肝的血。嗯。所以我在想说，用冷卤的方式，就是增加它的。咸味，系云南是找云南嘅东西来食，啊，其他确实都来食咧。哦，佮你下恩用办冷卤，用乜嘅东西来卤它？你泡好，变佢水浸好，然后拿出来，你准备一只镬个，地板上1000cc 的水，500cc 嘅调料，然后用5两的糖，
无量的茶，无量的茶，哎、欸，其实很简单嘞。妈妈第一步卡都没起，没多厉害，食材嘛，对。古时候按你身要做的卤，没做的是给人去炖的啊，差不多80分钟。80分钟之后、我们等一下顺便把它卤好，等一下就来上我们的卤猪肝哦。哇，真已经做好的呢。我们的卤肝就这样泡好了。因为阿忠哥啦，懂搭心啦，你想讲，哎呀，太家按简单一听话耶，你直接就做好了。所以我刚不用跑落去浸了，浸差不多一夜啦。哦，浸一夜的。阿兄直接用鸭背吼来解决问题啊，看一下，你要说泡浸一夜的。猪肝，真正爱变变相吗？爱变变相，爱变变相啦哈。给直接做来切嘞哈。系，咱做来切嘞。好啦。哎，用钱差不多，冇可能。譬如讲，爱两三年，天天食，冇可能一下食脱啦。系切几多，食几多，这个变变相。系。哦。啊，假如要变好久，所以变冷冻。哦，不用冷冻。在变冷冻。系。用冷冻，它自然解冻就可以吃吗？系。哦，我知道你懂厉害嘿，加安尼一开始泡80分钟给啊粉干哈，来老豆讲用了这卤味再去卤的方式再去卤的话，肝好像会我怕会变柴，那看起来磨呢？因为我们在是冷卤的方式，摸着加不少啊，用用那些冷水嘛，不用落去，哎，浸下油水会冷哦。哦，冷水，爱冷水是不是？要是那个可以饮用的水哦，哈。对。安尼吼，呛人哈，可以哦，好厉害哦。你还讲吼，艳艳的看，也还讲无注意，挨不老都系牛腱肉。牛肉，那摄入一强哦，哈。你啊，油米丝也做唔是这个干嘛？该调米的东西哈。对啊，唔是。因为呢，1000cc 的水加500cc 的酱油，咱们蛮咸的了。记住，爱黑讲想爱用你家冷泡的那个汁来沾，可以吗？没做的，没做的啦，我一听懂咸哦。会好咸的哦。哦，好嘞。底部都有我们的生菜丝。高丽菜丝，高丽菜丝，咩做得食哈？做得棒靓啲啊！安尼卤猪肝来食，冻酱，好，好嘞，做得嘞，哦，看起来真够冻酱，冻上来食，哎，马上来试试下，够很多，老猪肝，来哟、哦。法国吃什么鹅肝酱，然后不用去吃什么特别的世界名料理。主管是一个真金当香，我觉得除了下饭之外，它其实也可以变成一种，很优雅的食物。哦哟，刚刚切都按酱，那个泼面太美了。大家试试看。哦，来。啥菜都是咯。阿龙讲哈，其实我们不用去法国吃什么鹅肝酱，然后不用去吃什么特别的世界名料理，来吃到客家的卤的猪肝，说真言当好食，其实伊就吼唔爱试下，有猪肝的香味。阿龙当到唔敢食猪肝的朋友讲，可能呀，可能家经验冇蛮好，猪肝挑的不好啦，或者是有时候自己不会煮。太老，或是有腥味，或者是老板的眼神闪烁，没做猪肝。其实我做这猪肝是一个真正当香，这个披上很好吃的这个青菜，
我觉得除了下饭之外，它其实也可以变成一种很优雅的食物。嗯，我觉得很难得，我们客家可以用药，因为因为它全部都澎湃呀、胎呀、臭毛哈。你啊，你要说出来虽然要法师点，不过念起经呀，臭毛。值得啦，值得我们发时间去做了。你讲开一家两行做客家菜，什么年份嘛？差不多十年嘞。你开始做嘛个菜？我本身系做拍来串烫做些，按做做系，啊，让个朋友就咪讲诶，大家来开一间店好嘞。啊，拄好又接到一间店本身系我朋友的岳父做的啦。哦，啊，记得做感觉好甜的，让那里后生人来，是让因因缘机会，是钓到让因最后跟我朋友一起这样子。哦，出乡下来，古时候讲，我知道以后的就讲，上一辈太硬传播 N D 的，虽然讲传统的东西哦，大家两当当然无听不接触啊，你都按后生，新的东西加落去，所以啊，点唔想诶，你来带到那边去啊，今天呢，他加出来。客家菜当然是希望，如果可以的话，带到全世界，当然就是最美妙的地方。对，但是就是这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需要大家一起克服。嗯，对。那我们就是秉持着健康，健康少油少盐的健康客家菜给大家提供。嗯，来问你最美一件事，像爱这家每位大伯们爱这家客家菜对你来讲有乜个特别的意义吗？特别的意义？系啊。有，因为迄个客家人，食实在是食台啊，对迄个一家一定有特别的意义在。嗯、对，那就是妈妈过世的早，对，所以是很可惜没有全部传承到妈妈的能力这样子，但是已经很努力了。嗯，对，所以就是客家菜自己做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妈妈料理的感觉。对，就是所以会一直秉持着继续做我们自己的客家菜。然后妈妈一听，有定也要精神啊，有定也要身边不一定照顾你，因为啊，你看你莫讲啊，这么问题，因为啊，是起来出有妈妈的味道嘛。对，我觉得就是把妈妈的爱传下去。嗯，哎呀，我都要哭了。哎呦，你就是好啦，就是妈妈的妈妈的小心肝，这样好不好？基因中的妈妈的料理。哎，有啥子吼？来大白公吃东西吼，那种好的记忆留到自家的舌尖，留到自家的心关。这条节目我单枪吃到好些东西，还吃到妈妈的记忆，好冇？大家有好些，听我讲时间，唔记得咯，好冇？大家有好些，欢迎国家女主席。怎么聊？怎么聊？希望大家今日东方娱乐了，大家如何是在节目里聊？啊，今日唔得做啊，好啊，唔好，希望大家来为好嘛，让阿讲，唔好嘛，让阿讲，不阿有改善的机会。客家菜，客家菜，希望大家来共同来打拼，成为日本人发扬光大。希望给大家。